南韩本土廉价航空排名第一的济州航空，今年新开通了日本广岛和大分航线。后疫情时代，旅行需求剧增，加上日元贬值，日本成为南韩游客出国首选。其他像是东南亚等中短程航线，最近在南韩人气也很旺。제주항공설문조사에따르면응답자10명중7명이유럽미주보다일본동남아등중단거리여행을선호한다고답했습니다여행시간이짧고항공권가격과물가가저렴하다는이유를들었습니다受惠于游客喜好转变，主要经营中短程航线的联航公司业绩大幅上升。从今年一月到十月，南韩联航的国际线乘客人数首次超越大型航空公司。엔데믹이후에기존운항했던중단거리노선위주의선제적이고탄력적인노선운영과효율적인기재운영전략이주요했던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事实上今年第三季南韩国际线乘客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已经恢复到 85% 的水准进入相对淡季的冬季航班期间航空公司计划在国际航线上最多营运221条航线每周飞行4300次为了应对高汇率和高油价纷纷扩张日本和东南亚等短程国际线지난3분기에서도일본노선은이용객515만명을기록하며2019년3분기기록을넘겼고베트남노선은234만명으로2019년3분기대비 96% 수준을회복하는등同一时间，南韩国航双雄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合并案正加紧脚步进行。专家预测，从长远来看，这将提高航空业界的竞争力。통합된항공사가기존의중복된노선들을조정하면서대한민국의새로운비즈니스영역의항공노선을서비스해주는역할을해줘야된다는측면에서为了降低垄断疑虑，大韩航空决定出售韩亚旗下的货运业务，并转让部分欧洲航线给竞争对手。这也将连带影响其他廉价航空的布局。대한항공과아시아나항공이합병할경우대한항공의자회사인진에어를중심으로아시아나항공의자회사인에어부산에어서울이합병될가능성이높습니다진에어와에어부산에어서울을합치면모두54대의비행기를갖춘메가 LCC 가돼39대를가진업계1위제주항공과경쟁해서유리한고지를점할것으로보입니다欧洲反垄断机构最新表示，预计最晚在明年二月中旬之前，就会决定是否批准大韩和韩亚航空的合并案。如果顺利整合成全球第七大航空公司与韩籍最大廉价航空，主要基地仁川国际机场渴望间接受益，吸引更多国际旅客选择在仁川转机。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